上要从这里去要2个半小时，开车2个小时才到那里。$5,000
p.m. 天。Yes. Take a picture. 人很多啊，回去了找不到停车位，然后吧，这个车，这个两轮的摩托车呢，也不能在沙地里面开的，实际上啊，要换一个那个专门沙地里面用的轮胎，啊，白跑了一趟，今天又热了，这个车。